我为中国企业的亮眼表现点赞。近日，由中国企业参与设计建造的卡塔尔世界杯主会场卢塞尔体育场投入使用，引发各方关注。据媒体报道，卢塞尔体育场是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大、系统体系最复杂的专业足球场馆，也是中国企业以设计施工总承包身份承建的首个世界杯体育场项目。除此之外，中国制造还参与世界杯用水安全保障和光伏电力等项目建设，为全球共享体育盛事贡献中国力量。放眼世界，中国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广受各国民众欢迎。我相信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将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